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开始的圣科，请翻到第五页，天主圣神。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感谢天主借着永远圣母的转求赐给我们的种种恩惠，让我们再次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今天我们用求恩第一式，在册子的第七页，个人方面，使我们能忠诚地每日祈祷。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有困难时赐给我们勇气。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受到陷害时能克服报复的意念。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思言行为上保持纯洁。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陷入罪恶的深渊时，能迅速地振作起来，归向基督。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家庭方面，家中有人生病时，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经济发生困难时，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与亲友发生误会时，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团体方面，使我们国家的领袖谋求人民的福利。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工人得到合理的待遇。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努力效似基督，关怀他人。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其他方面，愿圣神赐给教宗智慧、勇气及力量，以领导教会。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愿圣神引导青年人选择正确的道路。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勿使我们因骄傲而藐视天主与教会。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以王的亲友永远分享基督的光荣。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意向祈祷，让我们静默片刻。请众同祷。上主，我们求你借圣母玛利亚之转求，父听我们的祈祷。阿们。请坐。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们总共收到的祈祷意向有345个，感恩信件有112封，私人信件有161封。以下是一些祈祷的意向。我对新冠病毒感到恐惧，因为害怕它的疫苗有副作用。母亲，请为我祈祷，
依靠天主的信德以及我的信德，希望能克服这种心态。我的姐夫患上了心脏病，而且刚接受了手术，请为他的康复祈祷。我以前的学生将在今天重考欧水准考试，请求你的圣子耶稣在考试时陪伴他，指导他。我与父亲不和，为此我们经常吵架，因为我也不能忍受他的态度，请让我认识这种冲突的根源，以便想办法解决，改善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我儿子今天将参加工作的面试，请帮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面试。母亲，我把他交托在你的手中，帮助他能被录用，因为他找工作已经多时了。因为我的无知，我输了好多钱，而且感到非常沮丧，而且也失眠了好多个晚上。我担心这种心态会影响我的胎儿。母亲，请为我祈祷，赐给我一个平安的心情。我被澳洲的大学录取，攻读4年硕士课程，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又害怕出国，真不知如何是好。母亲，请为我祈祷，赐给我智慧，以便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的公司已经2个月没有收入了，面对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在需要金钱来支付志愿的薪水、房租。母亲，祈求你的帮助。我正在申请澳洲的永久居民签证，请为我的申请祈祷，希望能顺利通过。我最大的弟兄患上了肾脏病，同时妈妈的腰部手术也发作了，渐渐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我的家庭感到非常沮丧，请为我们祈祷，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希望在天主的助佑下勇敢地面对困境。我期待能有一个平安的假期，我的孩子也一样，请为我们祈祷，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能度过一个平安喜乐的假期。我患上了酗酒的坏习惯，这影响了我和朋友、家人的关系，而且也影响了我的健康。我真诚恳求你的带导和助佑，使我能有能力脱离这种坏习惯。以下是一些感恩的信件。亲爱的永远圣母，我对向我借钱的人感到厌倦，尤其是那些没有偿还我的人。其实在我的内心，我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因为天主的确给了我很多，但是我却对那些没有还我钱的人常常感到讨厌和生气。最近我参加了天主教的一些有关方面的讲座，谈到若别人没有偿还你的钱时，你要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时我深深了解了，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属于我们的，而是天主将给我们保管的。借钱帮助别人，是天主借着我们的手把别人的钱还给他们而已，所以我不需要感到讨厌和厌倦，也不要要求别人的偿还。我感谢天主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多帮助借钱给别人，使别人快乐。为此我真的是感动到流泪了，因为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不但不会讨厌，而且还会主动地寻求他们的需求。母亲，感谢你开导了我，让我有机会学习主的谦虚和爱人的精神，感激你的孩子。亲爱的母亲玛利亚，去年九月我被检验患上了第四期的大肠癌和肺癌，结果我接受了手术，各除了大肠的恶性肿瘤，可是肿瘤已经感染到我的肺肝脏，为此我必须接受三个化疗的流程，我感到非常恐惧和不安。结果我来到你的台前祈求你的帮助。有一个早上，我突然接到了一宗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医生告诉我说，现在他已经看不到我肝脏里的肿瘤了。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和兴奋，而且感恩，因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母亲，我深信这完全是你的带导的力量，才能够使这个事情发生。再次的感谢你，亲爱的母亲，你天主教的女儿。最后一封信，亲爱的母亲玛利亚，我的婚姻发生了问题，我丈夫身处于菲律宾，而我却在新加坡工作，为此我们已经四年没有看到丈夫和孩子了，因为孩子是跟着他的，所以彼此的关系和信赖也越来越远了。因为丈夫的不负责任行为，我们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我开始以为我们的婚姻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几个月前，我呈上了我祈祷的意向，恳求你为我和丈夫代祷。只有天主才能打动丈夫的心，改变他，使他能够重新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丈夫。因着你的带导，挽救了我们的婚姻。亲爱的母亲，现在我和丈夫又能重新生活在一起了，他已经完全的改变，重新做人。再次的感谢你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爱你的女儿。好，敬礼经文，请跪。永远圣母，仁慈的母亲，我们前来投靠你，因为人人都知道你是罪人的托靠和希望，求你也做我们的托靠和希望。为了基督的爱，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伸展你救援的手。我们曾多次犯罪，但是现在知道若投靠你，就会克胜罪过。所以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我们必来呼求你。圣玛利亚，请救援我，请我不再远离天主。圣母经，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念圣母经一遍。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请起立，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颂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我的灵魂颂扬天主，我的心神因旧事的天主而愉快，因为天主垂怜卑女的卑贱，今后万世的人称我是幸福的。
因为全能的天主在我的身上完成了奇迹，他的名是至圣的。天主对敬畏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的，举扬起那微小卑贱的。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叫一向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天主不忘他的仁慈，照管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过的。玛利亚，你是基督的母亲，你也是我们的母亲。请众同祷。天主，我们全心感谢你赏赐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她仁慈和爱，了解与关怀我们。我们再次向您致谢，阿们。圣歌在第34页，我要歌颂玛利亚。这个主日是教会的圣言主日，特别强调圣言的重要。那么教宗方济各在这台主日的弥撒中，正道的里面有谈到好几点，让我们能够分享一下，那么借此跟大家研究怎么样去实行，怎么样去重视圣言的重要性。首先，教宗提醒我们，我们的天主不像很多人想象中居住在天堂这个遥远的地方与我们分离的天主，而是一个与我们时常在一起的天主。根据若望福音的记载，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2000年前的圣诞节，主耶稣基督就在马槽中诞生了，借着他的诞生，天国已经临在我们的中间。耶稣在传教前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也说了，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所以我们要坚信天主的国已经临在我们人间，天主已经和我们有很亲切的关系，一直陪伴着我们，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他的宽恕和怜悯。教宗也说，天主圣言是从生命孤独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良药。是的，因为圣言提醒了我们，要我们牢记我们在天主的心中是珍贵的，受到他的保护，所以鼓励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应该转向天主祈求他的帮助，完全信赖，完全交付。如此呢，我们就能够克服心中的恐惧，从而得到平安和喜乐。教宗也提醒我们，天主亲近所有的人，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话语和
和我们沟通。他举例说，当年耶稣在加利利亚海边召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们都是渔夫，一个很平凡的人。耶稣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说，请你们跟随我吧。跟随我做什么呢？做渔人的渔夫。这句话他们听得懂。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随我去接受圣神，去传福音，最后要被寻到，被杀害，成为圣人。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强调的是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跟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用心的去聆听天主的讯息呢？我们因为我们要去我们知道天主会肯定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跟我们沟通，传达我们他要给我们的讯息。教宗也要我们把天主圣言定义为天主写给我们的情书。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最喜欢的、最高兴的就是接到情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既兴奋又渴慕，一直要去阅读这一封情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福音当作是天主给我们的情书的话，在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所期待，有所兴奋。所以呢，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去阅读圣经，如此我们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才能够看到他的面容，也能够领受到他的圣神。圣言能令我们与天主亲近，召唤我们不要远离圣言。最后，教宗要我们把福音书常携带在我们的身上，在家中把它放在一个容易看到的地方，使我们有机会随时去阅读。至少在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阅读这圣经或福音书。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天主的圣言至少有一些话能够进入我们的耳朵和心灵。为此呢，我们才能够以这个为标准，在我们的生活、行动、决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它为准则，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和行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圣言会让我们感受到天主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并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能够赐给我们需要的勇气和力量。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请跪向圣母颂。至仁至慈童真玛利亚，请记忆凡人，求你保护，求你救援，求你转达，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须童真至圣童真者，我的母亲，我怀着这种依恃的心投奔于你。我虽有罪，但现在忏悔，又来到你台前。须圣子降生之母，别拒绝我的要求，但请你仁慈地俯听我们。阿们。为病人祈祷。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请俯听我们为病人的祈祷，赏赐他们能效法你，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如果是您的旨意，请赐他们痊愈，使他们永远不忘记你关心他们。阿们。永源之母，我们唱第二段。大能大慈，永远
生死内给我们留下了你苦难的纪念，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亲近你体恤的奥迹时，使我们常体验到你救赎的成果。你生活并未忘，于无穷时之时主圣灵，赞美耶稣基督。
最后的圣歌在31面，仁慈至圣母。圣神之名，阿门。愿全能的天主赐给你们一个圣善的周末。